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的频道你永远看不腻。各位，今天对皇帝来说是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一天。我直接开门见山说啊，皇帝今天要去体验夜店。皇帝，我二十几年来啊没有去过夜店，今天要去体验首次人生到夜店的感觉。就我的印象，大家带给我的感觉，夜店就是烟味酒味啊，然后很吵啊，然后音乐蹦蹦蹦，然后很多妹妹在那边抱来抱去，亲来亲去。那今天皇帝就会带你们去夜店真正的环境。我将用一个没去过夜店的人带大家去看一下夜店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当然可能夜店有点黑暗面，就是约喝啊还是怎样啊，这个我们就不探讨。什么吸那吐咖有没有在那边吸，那个我们就不讨论好不好。有看到我们也不会让各位看，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。但我觉得约炮应该不算不好的行为，算吗？算。哦，不算。你也在约吗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去夜店。那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去拍这个？因为今天有接到这个台中XC夜店的业配啊。当然今天业配的主题不是我拍，只是我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下一日夜店的感觉嘛，没去过。那皇帝，我们呢今天就会坐这个阿尔法。大家有看过阿尔法吗？就这边就是这个电动椅。其实皇帝我很少坐，但是呢就是今天要来享受一下阿尔法。就有点像是高级的车，然后里面有那种按摩椅的感觉啊，很爽。所以各位，今天皇帝要去当一日算是花花公子吗？风流男子。风流男子就难听，反正皇帝一定要去体验一日夜店，也许会有很多妹来贴我。等一下我们夜店见。等一下皇帝就这样帅帅的去，然后我开车然后就把我扶头这样。先生，没有那种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等等夜店见。嗨各位，那现在呢就是公肚子饿啦，那距离去夜店还有两三个小时啊，那我们就先来买个鸡腿便当。员工不会开车，老板开车再还来买。谢老板。肯定要的吧，毕竟你在那边做的不好。你讲吗？我不是。好啦，反正就带员工出来走走嘛，不然他就说我们在家里见面，我快受不了，我想出去绕绕了。不行了啦。不行啦。不是。答案。哎呦。你看意义走路变态，这种无心机。各位开车不要当晚哦，要好好的开车。好，我们来买鸡腿便当吧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到夜店了。现在在帕拉梅拉车上，大家可能没有为什么一定音要要大声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夜店。好，各位，来到这个夜店门口，可以看到这夜店跟我这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地方，就是完全很不符合这边的那个感觉，可能跟他比较适合啦。我就没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讲。就是我说这边的味道就跟你比较相近，啊、对。那你闻一下。干你好臭啊！我嘞，你常来，你不用讲。鸡巴呀！OK， 那等一下就是进去夜店，因为现在目前没什么人。重点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这个卢哥专属停车位，你有看到吗？是吗？你没看到吗？你过去看。卢哥专属停车位是不是？啊对啊，应该不是今天的 schedule。反正我们先进去吧。好，好，哎，走啊，先进去。OK。这种就是来体验一下，直接包场。一般人进去还是要这边经过审核，干嘛？这边不用，直接进来。带各位先去看一下安静的夜店。目前夜店好像还没有人啊。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先进来这边，然后感受一下，可以看到很多小姐。没有，比利有没有兴奋？我还好，我还好。你少在那边哦。我们现在超多小姐，每个放大绕过一轮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就是来这里人家拍业配，那我是顺便来记录一下我的第一次夜店生活。没想到来的时候是这么安静的环境，因为就我所知啊，业配是一个非常吵的环境。说实在话，现在是还是很安静的状态哦，没有人可以这么安静的在夜店享受这种。看吓到我，我摸到想摸到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摸到胸部嘞。哎，觉得怎么样？现在来夜店的感觉？我觉得很新奇，我第一次来。我也是第一次，算第一次啊。后面的有没有喜欢的？你跟我讲哪一个？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哪一个？第二个。你自己摄影机把它放大。啊，这个是我找来的两个小姐，哎，看一下。对，对。不要被打，给各位看一下拍业配的花絮。你觉得怎么样，皇帝？超级爽，是不是真的超级爽？对了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才要更爽的？这样，一般人不能随便上舞台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今天我们替你们圆梦一下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来来来，那我们就上来。OK， 哎、欸，OK， 各位，这个就是业配的大概内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都是要花钱才能招待的，一个包厢就是要多少钱的？阿红来介绍啊，夜店常客，这个一个包厢都要多少钱啊？现在开这里哦，我看一下，开这个位置，10万，10万哦，10万，秀啦，拜托，秀了，10万块，在这里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皇帝没有10万。那各位，这就是大概夜店的生态。那等一下很多人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好、哦，各位 ，YT 最重要是什么 ？YT 最重要是封面啊！你看这边那么多小姐姐，我们找这些小姐来拍封面，就肯定很多点阅率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配合我拍个封面嘛。好、哦，各位，那各位就是来夜店，大家有这种感觉。你以后来夜店看到妹，就这样给她搂上去就对。啊，被打不要找我。
那这边的话就是感谢一哥，你拍一下一张，对，对 ，OK， 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被打断一个，我现在很害羞的，其实我一直都比较内向的人，对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一直都比较内向的人啊 ，OK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，对，我们先这样子，皇帝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嗨各位，那我今天就是我们刚来这里，然后他们两个也来了，就是很突然这样子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带我女朋友第一台夜店这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夜店是真的格格不入啊！就你觉得夜店怎么样？我是觉得我很不适合在这里生活。好臭，多烟味。超级多烟味。我问你哦，你第一次来夜店吗？我第一次来这里。上次跟去夜店跟谁来？跟珍妮佛他们。哦，好，那我问完了，你来。我希望你可以老实回答，你常来夜店吗？我以前常来夜店。哦，但是为什么后来就不来了？因为后面相遇了某种缘分。什么缘分？我吗？你可以把它让给我一个晚上吗？就是后面，对，先让我讲完，尊重一下我。我后面爱上了 Ren， 所以我承诺他说我不会再来夜店了，除非是跟他一起了。哦，哇哦，哦哇哦，哦哇哦。还好有啊！哎，干嘛？借一下、啊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那比利也借你啊！都是人吗？好不好？你哎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继续。OK OK， 我刚刚被灌酒，真的快不行了。但是就是一个夜店的体验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夜店就可以找到一个放松的管道。因为皇帝我好久没那么放松了，皇帝我现在有点醉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我不鼓励大家去，但是大家如果真的想体验，我觉得值得一去。我替各位体验完了，撇除女生很多，然后很多人在乱拿妹之外，其实烟啊酒啊很味道很重之外，其实它是一个让你可以喝完酒很放松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女生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好不好？我没有啦，是吗？可是我刚才看到你，你不要乱讲话。有一个女生把你口罩脱下来，然后完全没有哦，不要乱讲。拜拜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女生、啊，完全没有。鼻拍一下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准备就是要回去公司解散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现在我的耳朵还是很炸，我的耳朵还是很痛，好不好？就大概是这样子。里面有看到一个很正的，如果等一下他有出来哦，他应该快出来了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他们现在好像在吃东西。我们看到了，来。
哎、欸，干嘛？我现在很忙哎、欸。你也很忙哦。他怎样？干嘛？没有，我就采访一下。你很常跑夜店哈、哦？嗯，很常。对啊，都不揪啊，以后会揪我吗？不会。好有气氛。等一下，我们影片到这边，他拒绝我了。好，影片再结束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。有机会。你现在才讲有机会，镜头都录下去了，准备回去休息了，快不行了。要当个大家看一下。拜拜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来这？上车。OK， 那现在可能有点暗，但是各位我跟你讲，一定不要来。你去夜配，你跟人家说不要来。哦不，夜，我没收夜配费啊。看不腻。